黑熊精和白骨精心眼就是多，看见鸡肝立马出现。为什么要经常给狗狗适量的吃一些鸡肝？因为鸡肝含有丰富的铁、铜等微量元素，以及多种维生素。这款鸡肝新鲜食材，原汁原味，口感鲜嫩，每袋都是独立包装，不用担心吃不完会浪费。